日光大道上处处充满着文艺的气息。2024年师大艺术节于5月7日盛大开幕，为期4天，由设计系以及美术系合作举办，多彩多姿的摊位吸引大家驻足。我们今年的主视觉是一个台式怀旧的复古风格，那我们每一个摊名都有用这个主视觉的风格去做设计，比如说我们的戏侦摊就叫做民国百货，然后喷绘就叫做醉墨斋。街机它其实是在历史上它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科技艺术，或者说早期的名称叫做电子艺术。硬体的话有包括了像我个人收藏的 CRT 荧幕，然后还有就是街机的模拟器，今天就是放在这边没有盈利用途，免费让大家游玩。我们这次的摊位呢，有戏侦摊、人像速写、个人摊、喷绘，还有工作坊等等很多特殊的摊位。各式各样的工作坊不仅仅在白天营业，5月8日及9日更营业到晚上8点半。吴正己校长也来到晚灯街市捧场，到各摊位体验饮食与活动。除了有各式各样的特色工作坊之外，也有贩卖文艺小物的摊位。主办单位更有即将抽奖的活动，最大奖是高额礼物券。师大艺术节到5月10日下午4点半，欢迎大家来参观。校园记者陈于晨、郑永杰报道。